山脊被刷，那空气是这个画面过去，是夜季的隔天，叫海鸡，鸡在大空界的西南边。叫海鸡。夜鸡到后来也迁去，下海鸡是，还是龟崇溪的北边道去，大丰界西那边，传说从祖先从龟崇溪，前方那个龟崇溪，从龟崇溪那边登陆。